大家好，我是君，好耐就冇拍过仓鼠嘅话题啦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会拍，如果我哋将唔同嘅仓鼠食物摆去张台度，咁究竟佢会拣边样食物先咧？好，我哋即刻开始，攞咗佢啲粮过嚟啦。咁我哋咧而家就拣啲佢哋食嘅唔同类型嘅食物，绿豆啦呢、這个就，跟住呢个都唔知咩嚟嘅呢嚿。他们很喜欢吃 的圈圈类似饼干这些这样的东西啦，跟着还有粟米、葵花籽，跟着还有这些这样的白色的谷物，看还有什么先，还有花生，还有这个绿色的磨牙石，这个也很差的，还有它那些、生果之类的东西，麦皮虫俾大家睇下样，嗰啲花、嗰啲枝类嗰啲嘢啦。系啦，而家咧你已经见到有咁多唔同种类嘅嘢食啦。咁究竟佢哋会拣咩咧？好，即刻我哋俾佢哋试下啦。一号参赛者 Yoshi， 好，我哋预备啦，三、二、一，放落去。好，拣啦，食啊，呢度。呢度，呢度啊，呢度，喂 ，Yoshi， 拣啦，第一样，第一样，哎，拣咗啦，第一样，嗰、那个绿色嘅嘢，第二样呢、這个，我、啊、见唔到啊，花生，咁你会拣啲咩咧？你食咩啊？嗯，叫咩啊？嗯嗯嗯，第二样啦，拣啦，第三样，葵花籽，佢原来第三样系拣葵花籽。第四样花生，冇咯冇咯。第五样绿豆，第六样呢个圈圈。第七样麦皮虫。哦，唔食啦，唔食啦，你睇下我见到捧埋间屋过嚟啊，系嘛，专人喂你系嘛，啊啊唔食啊你，系嘛唔食啊系嘛。